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没错，现在是早上的5:20啊，准备去。差不多到了，然后现在等公司那边给我发表格过来，我才知道我的下一步要去哪里。我们到广州了。终于折腾了半天，终于到了啊！把东西放一下，去洗个澡。好热，大堂这边非常热。待会儿见。麦当劳就是最好的食物。好热，好热，广州。过境已经，我们现在先去场地看一下，待会儿见。喽，你好，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各位亲爱的合作伙伴，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参加我们这个索尼的 4K 手持机以及 MCX-500。那么その後の種目ですね、あのセカンドハーフからは。今回ご紹介するような、Z150 なんか FS5、FS7 大家应该都特别特别熟了，具备的这个硬切还有混合滑向的基本特效。 FS7 还是挺大台的哈，它的这个前面的这个E卡口有改过，这个地方有改，跟一代的有不一样的地方，然后这个原来的圆管变成现在的方管，几乎都是可以选的，三个名字可以选。希望它还可以直接内录，机内直接录制，更好用。没有，它跟松下它的区别就是说，应该就刚才说你们所谓的你们黑科技嘛。因为那个提示杯，但是你硬切肯定是不行的，是吧？你就提示它，提示它，我要马上敲下去。索尼这个活动还是不错的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然后刚刚答问题还拿了一个小奖品，好像是。开红酒的，哎呀，上课上了差不多有3-4个小时吧，连续，差不多4个小时，从头讲到尾，包括他的手持摄影机、电影机，还有他主流的现在推出的那个小型的切换台。外面这个雾霾哈，所以说刚刚我今天出门的时候，其实
忘记把我的 iPhone 的线啊，还有 iPhone 的充电头都忘记带了，然后现在去临时买了一个，因为我就在天河这边，很方便。然后呢，刚刚好拿到刚刚那个索尼的一个会议赠品，是一个多用的一个插线板。现在回到酒店里面了，这个插线板还是不错的，它是这种线的，刚好给我应急用，线的直接连的，还挺方便的。好了，不跟你们多说了。哎，我发现这边大镜子，哈哈，不跟你们多说了哈，我继续做片子了，剪剪剪。